太多了，是要和解吗？不好意思，可以让我先。他在推特上面看到我们当时在 DeepFake 上面的那个全部的影片都被留着，然后他就连发了好几则，然后甚至是连那个内容都直接在推特上，因为推特其实也蛮难管的，然后变成说他把那个影片都一则一则上架到上面，那超恐怖的，我们一则一则，然后怎么检举都检举不完这样子。那你当下看的时候觉得说非常，我吓超噁的、啊、针对这个小韵的 DeepFake 的案子来表达我的意见，那我也会在庭上再次强调我绝对不会进行和解，那我希望这个案子一定要让小玉这个加害人要获得应有的惩处，那也希望司法可以还给我们受害人一个公道，因为受害人不只是我，还有近百位的受害人，有些人有提告，有些人可能选择隐忍，那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。毛骨悚然，到现在想到都还是鸡皮疙瘩。那我们能做的就是，我们虽然可以这样单点击破，就是有人告诉我们，我们就去检举，然后要求下架。可是这种就是如蟑螂般的案件是不断的蔓延，你这边消除了第二个地方又还是会出现。所以我希望的是就是可以制度性的去防范这件事情，就是当发生了我们第一时间提出申诉，那可以所有的网站都要被消除，所有的网站都要被下架，而不是就是到处的蔓延，然后让我们永远都活在恐惧当中。